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您见过这个姑娘吗？没印象。哎，你去后面看看。好嘞，谢谢。来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见过这姑娘？哦，我见过的，刚才就是她帮我们收的帐篷。什么？那她现在在哪儿？应该在后面吧。好嘞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慢点啊。我来吧。嗯，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脚怎么回事？哦，我刚才就是收帐篷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，没事。穿上。不用不用，我真的没事儿。你这样会感冒的。穿上。谢谢啊。啊，你先拿着。你干嘛？你放我下来！干什么？你这一瘸一拐的，什么时候能到你外婆家？你见过我外婆了？她现在一定特别担心我。那她知道你来找我了吗？当然知道，她还知道我是个律师。她知道的是四个。See?